大家好，2月1日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偶遇知名喜剧演员沈腾的画面，并称沈腾带着家人在桂林阳朔旅行，看得出他们一家非常和谐，和爸妈在一起的画面十分温馨，一时间引来无数网友的围观。在视频中，只见沈腾身穿夹克外套，下身搭配黄色长裤，脚踩一双黑色运动鞋，头戴鸭舌帽，戴着口罩，整个人显得十分低调。不过他的外形尽管站在人群中，但还是很容易就被人认出来了，果然国民知名度高。当天他手牵着母亲缓慢地走在街头，一步一步地十分照顾母亲的步伐，也非常的悠闲，而父亲则快步地走在最前面，一家人同框的画面很是温馨。可惜此次妻子和孩子并未现身，看来是沈腾独自带着父母外出游玩。沈腾在被路人认出来后，他也并未展现出明星架子，反而是非常的低调，很是亲民。尤其是在被认出来后，有许多粉丝都上前去要合照，沈腾也是并未拒绝，痛快地答应了。他也是主动摘下自己的口罩和粉丝一起拍照，当时他的心情也是非常不错，脸上也露出开心的笑容。沈腾也是难得放假陪父母游玩，要知道沈腾此次在今年的春晚上表现的也是非常亮眼，小品也很好看，除了参加春晚外，他参演的春节档电影《满江红》更是好评如潮，收获了不少票房，就是不知道在今年他会给大家带了怎样的电影，期待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